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影片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是要去接近实况啦。然后我们今天去的是，新竹县琼林的飞凤山。嗯，对，又是一个地狱的步道。So sad. This is so sad. 我今天32倍速，不然你们看到就会崩溃。Hell yeah！ 现在在公道路，告屁事，笑死我。那风机要吵了，然后这红绿灯等特别久，要怎么去呢？总之你就先穿过中正大桥吧，我还不知道是桥是什么名字，我好 noob 哦，我不管，反正过去以后呢，经穿过就是啊竹林交流道后，在第二个路口向左转，然后在第一个路口再向右转就到了。寻找早餐，早上5点没有几家店是开着的，寻找早餐很困难的，知道就好。Hell yeah！ 吃完了，画面有点太亮，请见谅，我真的有点太 noob， 相机设定调错。OK， 到入口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狱步道的实况吧。Oh my god， 这种路我说谁不走？我走回来以后还要剪片。早上5点，工作到12点，是不是？我剪完片还要发布 ，Oh my god！ 你知道这路的惨况吗？还是下过雨哦，特别的滑，小心 ！Oh my god！ 别人走好快，然后我们是 noob， 我们走好慢 ，Hell yeah！ 笑死，超级优质。没有，那边早上5点真的凉到爆，这是第二步。对，现在一路都是这种路哦，没有什么优质的路，只有这种路。This is so sad。都是这种路，阳光洒下来，嗯，还蛮好看的。让别人先走，别人走比你快，你就要让他先走，这是基本礼貌，好优质。幼稚啊，休息片刻后就可以再出发了。哦，到3点了 ，so epic， 太史诗了，这风景真的太厉害，欢迎自行截图当桌布使用。这是某卡通人物的，他们那边上面山顶有个咖啡厅啊，你可以在那边喝东西，对。就是某咖啡的，就是一个菌类，很神奇，类似叫什么灵芝什么之类的、啊。就是我点的百香冰茶，热爆，记得要带水壶。345，我走5公里。哦，